生活在一座古城，随便跺一脚，地下就会有无数个故事在哆嗦。你的印章还好，还好。等一下，再见，再见。我是一个篆刻师，也收集各个朝代的印章。如果让我选择一个朝代穿越，那我一定选唐朝。我最想见到的人物，不是唐太宗李世民，是他的女儿高阳公主。她敢爱敢恨，身边还有六个侠肝义胆成全她爱情的侍女。这座古城很热闹，但热闹与我无关。我有交际障碍和幽闭空间恐惧症，就是在封闭黑暗的地方会感到身体不适。医生说这就叫幽闭空间恐惧症。在这座古城只有两个人与我有关，一个是我爸古德轩，一个是我的发小谢春安。高考那年我俩都报了考古系，结果我爸一下就撕了志愿表，逼着我改填其他专业。谢春安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听说还组织了探险社。这可是1400年的穿越。这就是谢春安，比到非洲狩猎刺激10000倍，而我们一起发现奇木的荣誉将会洗进探险社。我们现在创造了纪录，是一次穿越回唐朝的极致冒险奢华体验之旅。川川宋荣，你咋回来了？怎么了？我回来你不高兴、不陪玩是不是？你反了你，不会有啊。他跟我说他的探险社要组织一个唐朝穿越之旅，但这个事情要成的关键是找到一个赞助的老板。让我心跳加速的是，这个古墓很可能跟高阳公主有关，我去还是不去呢？豁出去了。隔壁古董摊的贾二很认真地跟我说过，要治好我的病很简单，就是到地下墓穴走一遭，他说这叫以毒攻毒。现在天已黑了，山明山明山明，文明的主意迷不了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我爸当初不反对我学考古，或许现在我也在上大学，也有个女朋友。虽然书上说爱情是一种麻醉剂，它只会对你的大脑产生副作用，说实话我真想感受一下这种副作用。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，明天把水电费给交了。嗯，哪来的？大唐西市，不是什么老物件，磨了当硬拼。留着吧，你要是宫廷里的职位，唐代以后就没了。农人燕青宝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宝藏。我再去大唐西市捡捡漏，你帮我长长眼，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宝器。想都别想，好好刻你的字，把垃圾给扔了。店家所获得的是一大堆的宝器，总数有400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去不方便，我这是去探险，探险知道吗？没事，这是我常跟你说的故意。哎，要的东西带了吗？哎，隆重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邱老板，探险社成员任莹莹，这位是我学弟钱乙。嗨，我不是说过我不方便吗？凡是你不方便的事，我一定要参加的。帮你配了娜娜。走起！
谈这个东西干什么？着什么急啊？进去就知道了。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，走吧。开个短会啊，探险马上开始了，时间为2个小时。我强调几个原则：一，带多少东西进去，就带多少东西出来，不许多，也不许少。这是探险社今年的重磅实践活动，以探求未知为目的，绝对不是盗古墓。要尽可能的减少对目标的影响。第二，注意安全，风险自负，尤其是探古墓啊，会面临各种危险，蛇虫病菌都有可能存在。除了完善的装备，谨慎的态度，还要有一去不返的思想准备。因为我们爱冒险，死在探险的途中是幸福。好了，准备出发。我先下，带着东西跟着我。没有。抱紧我。啊！抱紧。谢谢啊，刚才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不用客气，我只是不想有人拖后腿连累大家。跟上他们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走了？不知道。我跟春爱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，特别好的朋友。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？关你什么事儿？随便问问。哪来的水呀？起来啊！回去。为什么？堵了，工兵铲在中阳那儿呢。哎，买牛肉还是羊肉？哎，买肉买我的吧。疯了。
放屁！你疯了，你才疯了！你看我的肉都是新鲜的，活的，牛是活的，羊也是活的，这么瘦也是活的。怎么能这样呢？他们前面的人呢？图安呢？你把人拉过来。我？你不把他拉过来，咱们怎么过去啊？吓尿了吧，太给我丢脸了。你们这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们探险社的传统，欢迎新人加入。哎，别瞪眼啊，给你面子才跟你玩这个。真的有麻烦，出口堵上了。堵上啊？嗯，我去看看。堵得厉害吧？得用工兵铲挖，还得防着装备箱掉下来。姑爷，下坡打煤，跟我们继续走，还是到出口那边挖洞去？哎，生气了？邱老板的赞助可是按人头算的啊！你想要加入，得够资格。堵了，堵了，全堵了！哎，你们怎么把柱子给拉倒了？你是柱子倒了？啊，下降绳固定在柱子上。账目是你们知道，不应该会倒啊！要不先把洞口挖开？当然。没必要，就几个装备箱子，能堵得多厉害？要么这样吧，举手表决，同你先把洞口打开，举手。不用表决，我是社长，我来负责。继续走。下墓穴怎么会是这样？我好像看到过一个复杂的墓道图，到底是在哪儿看到的呢？想起来了，没错，就是阁楼上那个笔记本。不过，怎么会这么巧呢？春安，这人哪？这钱乙，统一回收垃圾。啊！干嘛给我呀？旁边有人，怎么了，姑爷？有劲吗？你这个样子，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。真的有人？你要是不想玩，就自己回去。
给他把工兵铲。别乱，都别乱，自己吓唬自己。太可怕了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要不我们回去吧。可能是手指头的影子，各种可能都有。姑爷，你别一惊一乍的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我真……你住嘴！都下了半小时了，古墓连个影子都没见着，再不快点就白来了。古墓的入口就在附近，是你们带我走呢，还是我带你们走？不能进去，已经下来太久了，容易出危险。没事儿，看一眼就回去。你那么喜欢高阳公主，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。川，你花那么大力气，真的就是为了让我高兴吗？当然，还能为了什么？一般镇墓兽不会怎么打，正好证明是高阳公主的墓。据说驸马是许家之才，后葬公主，镇墓兽大一点也是应该的。这是灵火，不伤人的，等他自己消耗光了自己就灭了，千万别激怒他。镇墓兽里面怎么会有人呢？殉葬，如果这真的是高阳公主的墓，这个就应该是她的侍女，应该有六个才对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书上说高阳公主死的时候与六个侍女自愿殉葬。哎，别动，烧到皮肤怕是有毒啊。传说灵火是专门灼伤灵魂的，就是说如果烧的时间长了，有可能变成白痴。说你胖你就蠢，你们真的信他？是没玩过灵火还是没见过萤火虫啊？灵火御风自燃，中学物理课都学过吧？我就随便一说。那他身上刻的是什么字啊？中央啊？啊？我没看清楚。我拍下来了。贪望欲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好了，继续走吧，好东西应该就在前面。哎，那些珠宝别闹，走走。
我看了一下，这里有两条墓道，我们得选择一条。三队长，分成两包。不行，在陌生的地方分开行动是探险大忌，而且时间不够了，我们应该回去。正因为没有时间，所以要分头找，不然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墓？行行，英说的没错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但就这样回去，别说邱老板不答应，别人也会看我们探险社的笑话的。要不我们再走走试试？那来，我们走。你是副社长，你来说。我能说什么呀？他是社长。嘿，那怎么不跟着我？这到处都是岔路。我现在发条短信，一会儿就没信号了。哎，谁看到娜娜是不是下过墓？什么墓？你看见了什么？你说这墓兽是活的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见过活的？他在哪儿？啊！告诉我，你见过活的？怎么就活了？怎么就活了？你要救我弟弟！救我弟弟！你要救我弟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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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是喊救命的声音。你怎么也疯了？鲍小姐那么细的嗓子。墓道空间封闭，声音经过墙壁的传递跟反射可能会发生变化，她可能被什么东西压住了，所以声音听上去会失真。封闭的墓道空间可能会让人丧失方向感跟距离感。陷阱机关不能碰，这有三块木板相互咬合的，下面有配重，只要陷阱一打开，木板就会复原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过一个山洞的古墓资料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需要有人跳上去把陷阱打开，然后下去救人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那个人不就掉下去了？系上保护绳。说的轻巧，谁敢下去？办法是你想的，还是你下去比较合适？我不行。拜托了，我给你钱，多少都行。楚安和中阳的臂力最强，他们在上面接应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放心吧，我和中阳一定不会放手，就算你掉下去，也能拉上来。那好吧，我下去。拜托了。哦，对了，也是把结绳杵给我。万一掉下去的话，
的前引，不要急，一定要把木板扶住，不能让它复原。小心，慢点放。把那块拧上，拧上，好，好，怎么办了啊？哎，兄弟，咱们慢点啊！来，啊，慢点，好了，小心，姑爷，抓住了啊！哎，等等，不是，苦肉身。修炼之时，肉身之苦乃佛陀悟道之初。在图书馆泡了几天，终于搞清楚了爸爸的事情。原来很早以前他是个考古学者，他一定很在意这个身份，我能看出他的不舍的。我已经不小了，该为家里分担点事儿了。公主的侍女印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我喜欢高阳公主，春安才组织这次探险的。她对你挺好的，要是我有女朋友，我也要对她这样。我怎么还是有点晕呢？不对劲儿啊！指南针。有磁场，用不了。开个短会，这次探险也算是进到故宫了。现在面临真正的危险了，大家考虑清楚，想退出的不丢人。都到这儿了，怎么能半途而废？不就是想加钱吗？多少？我给。邱老板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下来已经一个多小时了，还要考虑回去，电池和给养都坚持不了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先回去。今天就在外面露营了，用汽车电瓶充好电以后，明天一早再出发，好不好？狗屁探险社，老年旅行团吧，到这儿了都不敢进去。你们要是不跟我进去，那么赞助的事拉倒吧。咱们走。春安，要我是社长，可不允许别人这么说探险社。这样吧，你们继续走。我回去拿一下枪和装备，然后再找你们。在这里面，我最合适。那让钱乙跟你去，把装备都背过来。用不着。别忘了，探险年头我比你长，你带好他们就行。钱乙，得麻烦你去追中阳，告诉他以后遇到岔路，一律往左边走。相互监督着点，别让他违反规章。你干嘛？没事，但愿我猜错了。
轻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能来。是不是他们让你来监视我？不是，他们让我和你一起去拿电池。可你这是在干嘛？我事你别管。千叶，别说我没照顾你，找女朋友不需要钱吗？啊，将来留校毕业、考研、找工作，哪个不需要钱？队长，我不要，我是来探险的，我不是来盗墓的。就滚！你也不能拿。你如果拿的话，我会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。你傻呀你！啊！你打我！我告诉谁？你吓唬谁呢你？教养。怎么回事？谁把机关给打开了？马拉德差点死在里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我留个买路钱，做个记号，免得迷路。还信这个？这就算是一种心理暗示吧，暗示一切都会顺利，然后才有自信啊。不过冲安总跟我说，我要是有自信啊，更容易做错事。他爱胡说八道，你别什么都听他的。磨蹭什么？还不快走啊！画上也有镇墓兽，上面没写、啊。哪里没写啊？我爸的日记本。行了行了，别吹牛了啊，赶快走。我是说真的，一共有六个。什么？破坏文物啊！
让盘上去。什么？踩我！我不怕。川，你撑住了。知道你有勇气有能力，到此为止吧。不能走，只要进入追神门，我们探险社就出名了。我也就探险结束，川，我们回去。气沉，这个距离一样打死你，你信吗？你干什么？我说了，真远。你干嘛呢？拿了个玩意儿吓唬人啊！你也电影啊？七千五处骨血和临土而成，瘦成点睛，躯长七尺，单脚双蹄双爪双飞翅，棕如枪。这就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你又想吓唬我？这么说是活的？这么说是活的？闭嘴，不许自己吓唬自己。出来吧。你们究竟有什么阴谋？今天不说清楚，大家都别想好过。你冷静点，我能有什么阴谋？我只是想让你赞助我们探险社。为什么带他下来？你快跟邱老板解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这我爸写的。别胡说，你爸只是个做肉夹馍的。我爸以前写日记，后来都烧掉了，我是偷偷拿出几本，我知道的东西都是从这几本里看来的。抓着你跑呢。小时候我俩都被狗追，他抓着邻居小女孩，以为是我，跑得可快了。
我小时候骨折过，懂一点。你懂得还真不少。忍着点。我们怎么出去啊？还出得去吗？这牌楼上肯定有门。先歇会儿，咱爬过去。没事，还能坚持。娜娜，拿着。哎，你咋拱门会塌的？这是过去的防盗手段。这不你家修的？我包里有绳子。踩我的肩上去。这条路走不通，还是得回去。这个洞，这肯定是个出口，我先上去看看。来，我拉你上来。字了吗？第一个这么瘦，胸前是贪望玉，陷阱里面还有一个，附近也有字，是苦肉身。我见过这几个字，我爸曾经留过一个碑帖，是唐朝的玄奘和尚感悟佛法的心经，应该是他的弟子辩机和尚写的。辩机和尚就是传言与高阳公主有私情的那个辩机。苦肉身、贪望玉，还有嫉妒恨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。小心！啊！走走走！
用火烧。最后的金木兽，又一个侍女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别哭了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九哥会不会给那个怪物吃掉呢？拿着吧，救人也得先出去。那还来得及吗？没错，就是这里。什么？这就是高阳公子的墓。边界和尚被腰斩，驸马怕他有佛法加持，所以选择在夜里行刑。但是这个壁画不像是皇家画师的风格，是边界和尚自己画的。没有可能，这个墓建好之前，边界和尚就已经死了。再说，他要画自己被腰斩，不是很没面子吗？这很好理解，作为一个高僧，如果他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，他一定会画出真相给后人们看，让历史还自己一个清白。又是辩解和尚。身边有很多侍女，但是你就是觉得她很孤单。画这幅壁画的人一定很懂她，她在听辩机和尚讲经的时候，内心一定获得了极大的喜悦。只有孤独的人遇到爱情，才能做出那么惊天动地的事。你有没有闻到有一股血腥味？我们会不会死在这儿啊？既然有人来过，就一定有路能出去。
么声音？莹莹，钱你，可找到你们了，把人家一个人丢下不管，信不信皇上知道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没法救他，赴死过一次，我不去。你干什么？剑北的人家东西都跑光了。我是问你要做什么？救他呀！不能装作没看见。你要找死，别连累我们。哎，我也去。哎，你探险事归章，绝不抛弃同伴。你告诉我的。哎。是吧，我崴了脚，刚才去找真阳，他我看到他偷拿金子，我劝他，他不听，我想过去找你们，可是我迷了路，就像鬼打墙一样。你干嘛？不能等死啊！大宇，大宇，谢川，你的助手不简单啊。什么？还算话的准确吧？金刚杵，从小到大，我爸都逼着我画这个，画了无数遍，比写自己的名字还多。所以，当你拿着他的照片来找我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当时有多正经吗？我差点尿都出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，邱老板？你别闹了，行吗？你明白吗？把金刚杵给我。
我们来过这里。爱别离，我上次没注意到。这也是辩机和尚写的吧？是，但这是后来写上去的。这谁写的？什么时候？为什么？这都是一道机关，能置人于死地。是怕有人盗墓吗？我怀疑。你怀疑个屁呀、啊！你有什么资格怀疑？好好的刻你的图章去吧。我怀疑是卞姬给高阳公主修的墓。高阳公主死的时候，她已经被腰斩一年了。我在跟你说话呢。我也在说话呢，你别插嘴。重案，闭嘴。卞姬。他精通梵文，《大唐西域记》就是他执笔的。他在西域学了一身古怪的本领。在古代，如果有人终其一生去修炼，我认为那是很有可能存在的。也许他可以腰斩而不死，又或者这个墓还是驸马建造的。但是他使用某种手段也进到这个墓里，设置了这些机关，但不是为了防盗，而是为了复仇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高阳公主并非因病去世，而是驸马恨她与别人有私情，让她没脸见人，所以偷偷将她毒死。完全合理啊。卞姬没有死，她知道公主是这么死的，她一定会想办法杀了驸马给公主复仇。看这里，这个墓室按照习俗，在墓穴封闭之前，驸马会来这里做公主最后一程，这是卞姬复仇的机会。这就是他。不对，历史上驸马又活了好几年。不知道，但是我肯定卞姬他一定满怀仇恨，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么多他被腰斩还有带着枷锁的话。这说明他对自己被腰斩不能释怀，所以他在这么受伤才写下人世六苦，来表达他的痛苦。你不是说那是卞姬和尚的六苦吗？对，真是让人感慨。苦肉身，贪妄欲，妒忌恨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这里面有多少是他自己的感悟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引起天下震动，所以他画下这些画是想还公主一个清白。他是想告诉后人，他跟公主是无辜的，他被腰斩是受人冤枉的，是千古奇冤。但是画到这里，他突然意识到其实他们早就相爱了，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无辜，他不想活下去了。放下，原来世上真的有这样的爱情。人不同求死同穴，怪不得他会写下爱别离，这是人生疾苦的境界。你们两个当我是空气吧？
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淳安，你想哪去了？顾爷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他也配？淳安，淳安，淳安，我不是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像亲兄弟一样的。金刚杵怎么用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你胡说八道！你怎么可能知道？他改名换姓，连职业都换了，不可能告诉你，你更不可能知道。他是没告诉我，但是他写日记，我都看了。邱老板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你先把人放了。
咋就老成这个样子？生不如死，老得快。当年我以为把你杀了，我后悔了，我很害怕，不敢再回到这儿，从此放弃了考古专业，隐姓埋名20年。你虚伪！你要是心里有愧，你为什么现在不死？死很容易，活着才难呢。我宁肯你死。我的儿子是无辜的，我要让他活着出去。你们父子俩都死，也不能揭我心头大恨。我可以和你交换。有什么资格和我交换？看见没有？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求不得。你以为拿到金刚杵就能打开木门？但是你知道该怎么用？左转还是右转？转错了，机关锁死，永远也打不开。你知道？20年前，我主持挖掘这座墓，经费用完了，才发现原来弄错了地点。学校给我处分，我不服气，急于为自己证明，所以才雇佣你来替我探墓。没想到你见财忘义。那是你自己傻，我就是一个道德的，我看上的岂是你那100块钱？这里面一样东西都更有价值，更值钱。所以是你不义在先，凭什么报复我？我就是要报复你，我就是要杀了你和你的儿子。等等，爸，我想听听他说的秘密。仇恨有用吗？报仇只是一瞬间的痛快，而有了钱可是快活一辈子。我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我需要钱。你们赶紧走，顺着这条路赶紧离开。快走，再不走我可要反悔了。走。爸爸这些年背着沉重的包袱过得浑浑噩噩，没有好好照顾你，你别怪我。走。我走不是来听你们父子情的。爸，我只要墓里面的东西。等我们拿了东西，我们走得远远的，没人找得到我们。爸，我要你和我一起走。等会儿你打开墓吧。赶紧走啊。半辈子高阳公主，总不能不看她一眼吧。
千多年没被惊扰过了，就我们两个进去吧。好，爸，我也进去。滚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爸，爸，快进来，爸，快出来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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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。爸，爸，关上了，快开门子，快开呀，爸。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点火把，我知道那些发光的东西是什么。他在说什么意思？那些是重玉，重玉融化后会挥发毒气，那是防盗墓的杀人方法。兴奋吗？很兴奋，看见这20年朝思暮想的唐朝，死也足矣。那是你，我不想死。20年前你在这里面杀死过我一次，从鬼门关回来整整一个月，我在这黑暗中爬来爬去，是靠吃老鼠、吃蛇、吃虫子才活过来。你想过这种感受吗？你不是为了要杀我、报复我，也费尽心机骗了我儿子和他的同学，不单单是为了要杀我，而是为了整个主墓室。我没说错吧？你儿子也被你骗了，对不对？你比年轻的时候聪明多了，不错，我承认。这20年来，我无数次的钻在这里面，这是我的地盘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。我知道这里面还有一扇门，只有你才能打开它。如果你只是为了杀我报仇，我还可以原谅你。我是想杀了你，爸。你这20年来一直因为杀死他而愧疚，现在他没死，你应该放下包袱呀，爸。你真以为你隐姓埋名就能躲过我？自从我得到金刚杵的照片，我就盯上你了。我知道你还在琢磨这个墓，我知道你手里有我不知道的事。所以我一直在等，为了这个墓，我瞎了一只眼，丢了半条命，所以我要靠它赚回来。你说你们好好养这墓，现在开始也不晚了。你不走我也不走，我宁愿跟你死在一起，我说到做到了。这不是玉，是产自大月之国的一种虫子，没有什么价值。我信你。爸，我们要好好活下去。你急有什么用？看看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石门。漂亮，你不该心存敬畏吗？老子到斗前已经烧过香拜过鬼了，他们有什么可敬可畏的？只有钱才是真的。大家好。
天机他最后一刻放下了，他不报仇了，所以对，也一定是这样放下。爸，燕之和尚最后他放弃刺杀驸马了，他都放下了，我们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？沈湛秋死了，死于贪婪，仲阳头上受了重伤，休学一年，现在也没有毕业，也是因为贪婪。邱老板和鲍小姐畏罪潜逃，双双落网。钱乙和谢春安还好，照样上学写论文准备毕业。可喜的是，我爸不再卖肉夹馍了，他重操旧业，焕发青春，更没时间给我做饭了。公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并没有因为这趟旅行更了解她，她反而变得更遥远，更神秘。那个墓还能再打开吗？我爸说，等墓里的毒素冷却凝结，他就申请考古挖掘。你好像不太高兴。以前高阳公主是我自己的秘密，可一旦被考古挖掘，太残忍，太伤心。她都死了一千年了，你搞得真像失恋似的。